南齐虾仁我第一次吃。哎呦喂，你瞅瞅，中午那老板葛吧，这家老板也葛，这家老板好什么呀？好洗大澡，去澡堂子洗澡去，必须洗第一水。这人家刚放完，哎，他就得下池子。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放水啊？人有内幕消息啊！哎，就是这儿，老天津卫菜馆，就这儿，你瞅瞅。阿志，您好，哎，您好，您好。其实我点吧，确定想好了，那您点。他这儿我点不一定，我结账，咱说好了。这个田鸡腿炒辣子是他这儿的一大特色，来一南齐虾仁怎么样？行行吧，您吃吗？吃。那您点一个，您点啊，点完了。您跟大哥说一声，南齐虾仁，让老爷子说。南齐虾仁，没把老爷子说，老爷子结账呗。对，又给我入套了。这个是他家的最大特色，哎，辣炒田鸡腿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每一份里边大概有十一二个这蛤蟆腿，这一份呢是48块钱，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？可以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。南齐虾仁是68，它这个虾仁啊，我感觉用的不是那种冻虾，它这个虾仁用的是那种鲜虾，你看尾巴尖还在。这是我爸最爱的一道菜，带鱼。带鱼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来吧，先来蛤蟆腿吃，先尝尝。好久好久没吃了，先尝尝。真是好久没吃了，这蛤蟆腿儿基本上很多地儿没有。嗯，怎么样？真棒！记得小时候住平房那会儿，一下买一堆跟家自己做，是吧？对。嗯，待会儿这汤千万别浪费了，我也点碗米饭，我也弄个盖饭吃。这带鱼是我爸的最爱，就看这样，他家这个熬这个带鱼是真不错。懂理儿。熬带鱼这个视频的镜头，我等了得有小十分钟，他家熬了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很进味儿。姐，您家做这带鱼真棒哎！特别香，就是天津家里边的那种熬鱼的方法吧。我说吃的似曾相识呢，我感觉跟我姥姥熬的那味儿似的。我姥姥是天津人，传统的啊，传统的哈，哇，这带鱼真好吃啊！而且它这个汤汁儿是那种特别特别浓稠的汤汁，所以待会儿我都不知道我该是用这个泡米饭，还是用这田鸡腿泡米饭了。要不今儿我夸我爸会点呢，众多的凉菜里边我爸选了一个这个芥末三丝，这是天津传统凉菜，是吧姐姐？这东西尤其是夏天吃特别爽口。芥末油，特别特别爽口。这东西我最好奇最想吃的就是这道南齐虾仁。爸，您看它的虾，大虾多大个。我刚吃了一个，来再来一个。谢谢。我感觉应该看它的颜色不像是那种下饭的，但是一定会是特别特别香、特别特别好吃的那种。哦，有的还保留这种就像有虾膏的味道，这个虾特别特别好吃。这南齐虾仁，我尝尝这个鼻涕啊，跟这虾仁一块吃，虾仁的软糯弹，配上这个鼻涕的脆，这两种结合起来特别的香。这你吃上去是那种特别特别过瘾的虾。它这虾上边还有这种虾黄，都特别特别好吃。我不行了，姐姐帮我来碗米饭。谢谢。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怎么样？我给您拨出来点田鸡腿，我要开始干活了。干吧，行吧。对，给你打，我们过，行，大的给您。行，都给您啊，够了，这点都够了，够了，再来点，不干米饭就是对他的不尊重。拿出我的专用勺一拌，来点鱼汤。不要，你就说这一碗香不香吧。有点鸡腿，全鸡腿。哇，香不香？爸，您来一口，您来一勺，您尝一口，这真太香了。它这个味道是有点酱香口，然后带那么一丝丝的甜。就这一口饭，上边再盖一虾仁，我的天，瘆得慌！哎呦呦呦！没比。我说，就您家的田鸡啊，光这汤跟这辣椒我都能吃两碗米饭。是 啊真好吃。再送点。
净跟你一场，白吃这水好点儿，冻结那边胖。来花生，来点素，我建议你也花生不了了。这会儿凸显这个芥末酸丝的重要性。我呀，爸，我还是得弄点这个鱼汤，看这鱼汤是太香了。来吧，这鱼还真是行哈，这鱼还真是行。今儿晚上这一顿相当可以。这些菜都是我点的吧？对啊，我连个饮料都没点。就我点的，我得去给人买单去，是那意思吧？对啊，您点这么多菜，我要不帮您吃，您一人能吃得完？吃不完、啊。还是的。真浪费呀、啊。嗯。有没电了？老爹，您请。有电，您请。我们本期消费168块，咱们下期见。186。拜拜。哦，186，拜拜。